Hey, 大家好啊！今次全泥宴咧跑冷嘅环节咧，我就精选咗五班千二嘅赛事，咁同大家拣到嘅马胆咧就系呢只有型有福啊！咁今次就应该系俾只稳阵啲嘅胆，咁啊脚嗰度咧就搏命少少，咁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只有型有福喺五三一场次嘅演出啦。好啦，嗱，出闸嘅时候啊，见到啊四号啊黄色衫红色帽嗰只就系只有型有福喺二档出闸。咁啊，哇，系咁捽，系咁捽，系咁捽，嗰只就系只有型有福。依家咧喳喳声就已经咧系放咗喺前边啦。咁跟住佢后边嘅咧，就仲有八号嘅呢一只嘅创高峰啦。咁创高峰就啱啱嘅星期日赛事都系有表现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嗱，大家再睇住咧一号啊紫色衫啊呢一只嘅咧就系只优达星啦。咁其实就只有型有福咧喺个泥地个演出咧都系相当之准嘅。咁啊，谢伟俊呢只马其实都系几可靠嘅泥地。咁嗱，见到呢场其实佢就一路都喺前面放啦。咁啊，大家留意啦，就有蓝色衫嘅剑在九天啦，同埋咧三号嘅绿色衫，黄色帽嗰只华威威都可以留意啦。咁啊，华威威咧都系会报咗名呢次嘅赛事。咁啊嗱，入到嚟直路嘅时候，咁啊见到啊呢只有型有福咧就撒开大步咧，一路咧其实都喺前面咧就有个唔错嘅优势咧。咁喺前面咧就系一路领先啊，但系最后尾呢几步，哇！直剑在九天啦，撞咗 Mia Turbo 咁样咧，就喺后边嗰度走上嚟咧 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， 最后尾呢一步啊，就真系啱啱咧将只有型有福咧影相咧就赶过咗啊！咁所以其实就只有型有福咧，今季个演出就肯定系喺个泥地嗰度咧就系啱睇嘅，所以呢次咧我就揾佢做胆稳阵阵先。好跑冷场次，除咗只胆推介俾大家只有型有福咧，首先推介俾大家就系只三号嘅美满星云啦。呢次有个四档咁就梁家俊骑，咁始终只马近来咧开始近翻咧，咁我觉得咧呢只冷门咧都系只机会马嚟嘅，咁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。咁另外咧，腳嗰方面就除咗呢一隻咧，大家都可以去再留意一下呢隻小玩家啦，因為小玩家近呢兩次個演出都係好嘅，咁不過咧今次個檔咧就差啲，咁所以咧就揾佢做配腳，如果唔係咧我就會選佢做膽嘅。咁最後一隻咧去推介俾大家嘅咧就係、都係一隻外檔馬，就係、是、呢隻歡樂好友啦，因為始終呢隻馬咧個質地上邊啊都係比較好少少啦，同埋始終都係識贏啦。咁今次就走嚟泥地跑，都係轉一轉個場地，咁希望咧可以係殺出一條血路啦。咁今次兵行險著啦，咁啊揀咗兩隻比較外檔啲嘅馬，就係、是、小玩家歡樂好友同埋咧呢隻美滿星雲咧，就拖翻隻穩陣啲嘅膽咧，就係、是、只有型有福，希望跑冷嘅場次咧可以幫到大家。